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75页。我们从倒数第七行看起，就是念老的注解，有海东元小师宗耀云：“发菩提心，是名真因。”又发菩提心有二：一随事发心，第二呢是随顺理发心。随事发心，是以四弘誓愿为题，我们参考资料的有从佛学大字典接出来的二种菩提心啊，就是此地所说的原四菩提心，是以四弘誓愿为题。第一个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四弘誓愿是在讲只有这一愿是体啊，一切呢都是为了度众生，诸佛如来出现于世为的是什么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就是为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就为这个啊。为什么众生有苦有乐，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。佛告诉我，苦是从迷来的，迷什么？迷实相，实相是事实真相，确实，事实真相谁知道啊？凡夫不知道。二乘不知道，全教菩萨不知道啊，全教菩萨就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啊，什么人知道？明心见性的菩萨知道，太少了。明心见性是大乘，而且是破一片无明，真一分法身啊！他们住哪里呢？住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！这个等级的菩萨才知道啊！啊，他们真正离苦得乐，明心见性了，大彻大悟了。不是这个等级的人不行了。啊，那从修断的功夫上来说，阿罗汉断见思烦恼，对实相不知道，
菩萨断尘沙烦恼，这全叫菩萨，实相也不知道。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是不让你看，不是不让你听，你也看也听，你也接触啊，但是呢，你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什么样的功夫？啊，这个是自心本定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第四句所说的，何其自心本无动摇，这才见到了自信没有动摇，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啊。真见性呢，像这种功夫的人，自心本定，他才见到事实真相，他才真正离苦得乐啊。换句话说，苦乐两边都没有了，回归自信的境界啊，自信本定，自信没有动摇，动摇就是一念不觉，那是无明，无明起来了啊！无明是所有烦恼的根，要断烦恼，从根上拔啊，根上拔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啊？这真连根拔掉了啊！像慧能这种等级的菩萨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但是起心动念的习气还在啊。这就是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，这四十一个阶级是他带无始无明习气后波不一样，这个习气越浓，品位就越下啊，习气越薄，品位就越高啊，所以到等觉只带一品，就是最微细的这一品，这一品断掉了，它就成妙觉如来了。妙觉是果位佛位，不是菩萨，等觉是菩萨，妙觉不是菩萨啊，妙觉就是究竟圆满佛啊。他不住十宝图，他住常寂光啊，回归常寂光了，证得究竟圆满啊。常寂光的好处说不尽了，无相无不相啊，无相是极尽，叫常寂；无不相，那就是光明遍照。设法起，因为在常寂光里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。常寂光当下即时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啊，感应道交啊，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一切有缘众生，哪个众生没有缘？全部都有缘，
为什么？一体变现的，一切众生所依的本体都是真如自性。你说哪个没有缘？没有一个没有缘。啊，那我多有缘，为什么特别于提个有缘众生？啊，由此可知，那个缘不是普通缘。啊，是什么缘呢？佛说法，他能相信，他能听得懂，他肯依教奉行，这是缘。啊，也就是这个众生，他迷得比较轻，迷得重的，你跟他讲，他不懂啊，他不相信啊，迷得太深了，这就没有缘。没有缘不是永远没有缘，是现前没有缘。也许过一段时期，他慢慢，他觉悟醒过来了，那就缘成熟了。缘现前了，啊，这个事实也要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佛不度无缘众生，意思就是说，他缘没有成熟，佛来没用处。不是佛真的不度他，啊，是他不愿意接受，甚至于还回谤。啊，那回谤三宝，罪过很重，全是阿鼻地狱。啊，佛菩萨不会干这种事情。啊，不会呀，帮助一切众生堕地狱。再造恶的众生，佛也不给他加一点点重罪。慈悲到了极处啊！于是乎，我们就知道啊，众生造作一切罪业，都在我道，责任100%要自己负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啊，诱惑你到我道的这个人有没有罪过了？为什么没有？他诱惑你是你自己甘心去啊，你自己没有智慧呀，你自己烦恼起现行的，还是怪自己，不能怪别人。我被他害了，这假的，哪有这回事情？你要能够说一念不生，他怎么能害你？你要是没有贪嗔痴慢，你怎么会上得当？啊，佛法最高明的地方就是自责，不责备别人，真正是古人所说的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。他从这上解决问题，从这上成佛、成菩萨、成无上道。啊，如果把责任推到外面的时候，是永远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他完全去内证，啊，肯定没有一个人有过错，啊，回报我的人有没有过错？没有。陷害我的人有没有过错？没有。啊，他做的那个是他违背了自信，他在造罪，他要感受报应。起心动念都在造作，《地藏经》上说得好。啊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业。啊，这讲阎浮提众生。
啊，我起心动念，无论是善念是恶念，以前我们不知道，认为善念很好，恶念不应该造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都不能造。为什么？善业三善道，恶业三恶道。啊，三善道、三恶道都不能够出离六道轮回。问题在这里啊，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。啊，佛教我们什么？六道是苦海。苦海无边呐，脱离六道就是脱离苦海了。啊，四圣法界是净土啊，但是四圣不究竟的。为什么不究竟？没见性。所以它还是一重障碍。比六道这个障碍轻，六道严重。啊，苦乐悬殊，四圣法界清净，六道里的这种苦乐他没有。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，成阿罗汉。虽然成阿罗汉，他不能见性，他就苦在这里。所以必须要把起心动念放下，这个很难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难在哪里？因为我们无量劫来就用这个东西。用阿赖耶，把阿赖耶当作真心，啊，不知道阿赖耶是虚妄的，所以错用了心，用阿赖耶是真的，你错用了心。啊，那现在我们还是用阿赖耶，离开阿赖耶，我们什么都不会。那怎么办？阿弥陀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妙极了，用阿赖耶专圆阿弥陀佛，专圆极乐世界，妙极了。啊，这个虽然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大彻大悟，但是决定的生净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古人说的，但得见弥陀啊，何愁不开悟？你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决定开悟。这个话说得好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是妄心，妄心圆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真的，阿弥陀佛真心的德号，阿弥陀佛是诸佛的通号。你看，你圆这个，你得到阿弥陀佛加持，同时你得到十方。一切诸佛加持，啊，成阿弥陀佛48愿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断烦恼，证菩提。啊，一生圆满成就。
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啊。我们能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宗，遇到这一部汇集本，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个缘太殊胜了啊！要知道珍惜，啊，珍惜具体的表现，就是你真心。你真懂了，明白了，这就是你真觉悟了。啊，真觉悟是什么样子？一心一意，专念弥陀。啊，郭罗江真觉悟哈尔滨极乐寺修无私真觉悟了。啊，他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。黄念祖老居士这个经注解注完了，他给我们实现的叫真觉悟了。他经也不要了。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，一140,000声，这他告诉我，他即数念佛140,000声，啊，念了半年，他走了，啊，这就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为什么？是为度众生，给众生做个修行好样子。念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而愿求度之，令如大般涅槃也。这是我们学佛的目的。我们为什么学佛？就为这个。啊，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也是，所以我学佛能成佛。要真学，不能在菩提心里头加一点东西，那就错了，加一点就错了，减一点也错了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归纳到最后，就是最简单的，那就是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是信解行证的总结，究竟圆满的总结。啊，你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就这一句佛号。啊，郭罗江给我们做出榜样，证明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修无私也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
在家时候做泥水匠，出家之后在寺院里面做苦行，别人不愿意干的他全干，修苦行，这做初中之后，他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真的念到法喜充满，为什么做任何苦事他没有感觉到苦，他很快乐，是吧？得法喜这就是他修行。他修什么行？修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。在寺院里头做这个苦工，这是修福报，做得快乐，真诚清净心在做，所以他成就无量功德。道场里面的义工不能轻视啊。修无私就是道场的义工他就用什么心态来跟大家服务？用清净平等觉的心态。非常认真，非常负责。工作做好，让大家都欢喜。那一句佛号念成功了，欲知实知，没有病苦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在家居士，这是我们自己亲眼看见的三个。通通都是一句佛号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一愿是饶益又清净，一时恩德之心呐，一时原因佛性呐，一应身菩提之因。你看这一愿要是真发了，真相应的，有这么多的功德。饶益有情，一时利益，利益一切有情众生。不但利益，是饶益，饶是最丰饶的。我们讲最高的利益，没有比这个更高。没有比这个更殊胜，为什么？是帮助他到极乐世界成佛。还有比这更高的了？没有了。三因佛性只是原因，我们给他做增上缘，我们做好榜样给他看。帮助他升起信心，升起愿心那么在佛的三身，这是应身菩提之心将来成佛了，能众生有感，你就能应你为什么那个应能应？
那个印的印就是你有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有这一大愿。第二，烦恼无边誓愿断，这是愿求自断无边之烦恼，这是舍律一切。舍律一切，律仪是释迦牟尼佛指定的，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戒律。从哪里做起呢？经义三福最高指导原则，不能不孝人孝养父母。佛是大孝子啊，违背父母叫大不孝啊！父母希望我们干什么？出家了，出家了，父母希望我成佛。我要不成佛，这大不孝。我出家了，我念佛往生净土，这大小谚语有所谓：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。你往上去九代呀，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一直往上去，九代升天呢。这是能讲得通的，这大孝子啊。如果我们出了家学了佛了，没有依照佛陀教戒去修，而在佛门去搞明文理还依旧不断贪嗔痴慢，我们到三途去了。我们到三途，父母脸上无光啊，父母带着羞辱啊。用什么方法能弥补这过失？这样的人自古以来都有，现在比古时候更多，没有人提。也没有人讲，自己做了不知道不深入经藏怎么办？只有经典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无边的烦恼，自己要下决心。远离他，不能沾染呐。如果这个境界，人事的境界、物质的境界，会帮助我们增长贪嗔痴慢的，我们就要。提高警觉性有警觉性以后怎么办呢？赶快远离如果不赶快就愈陷愈深，
深到那个程度，自己想离都离不开了，那就完了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都亲眼看在眼里。啊，能不能说呢？不能说。说了要结怨仇，这李老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我也亲眼看到他教学。台中联社，这是老师建的道场。啊，经学班的教室大概就我们摄影棚这么大，20多个学生。好像是22个学生，一个星期上一堂课，一堂课是3个小时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这20几个人，就有3位同学，老师对他很客气。啊，从来不说他们的。啊，坐在前面的有一些同学，也有5、6个，老师常常打他们，骂他们，我们都见到过。啊，所以我也怀疑，老师对人心不平。啊，1个多月，老师找我谈话，问我是不是有这个疑心，我说有，是有。老师看出来了，跟我解释，我打他骂他的那是肯学的，打不走的。啊，他死心塌地在那学习。啊，那个不能讲的。你稍微说重一点，他脸就红了，就不能说了。啊，这的，那是很爱面子的人，把他当做旁听生。啊，我才明白了。啊，这就学到这一招。决定不要跟人结怨仇。啊，你说他的过失，他记恨在心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招得来生的报应，他要报复你，那又何必呢？啊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不能跟人结怨仇，啊，话多了不是好事情，所以心直口快容易跟人结怨，这是缺点，这个要改。啊，说过必定察言观色。啊，看到人家表情不对了，赶紧就别说了。啊，他人家有好处，赞叹；人家有缺点，别说。啊，普贤菩萨教我们的，称赞如来。如来是信德，代表信德，与信德相应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他有这种念头，有这种行为，赞叹他。
啊，在佛法里头持戒、修定，啊，讲经教学值得赞扬的。啊，值得赞扬。这一句话里头很深，意思很深。什么这叫赞扬？赞扬他，他没有傲慢的念头，值得赞扬。一赞扬，他自己就很得意了，别赞扬。那个赞扬什么？害他。啊，毁誉都不动心的这种人。他有过失可以责备他，他有好处可以称赞他。为什么？他不动心，他不在乎。啊，不是说人家一赞我就很高兴了，一回报我就很生气了，这个不可以。啊，不能赞叹，也不能称扬。啊，我们一生呢？处事待人接物才能圆满了。啊，跟人都是结的善缘，不结恶缘了。啊，我们一般讲会做人，菩萨都会做人，菩萨都懂得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断自己的烦恼。啊，戒律上所说的全是自己烦恼。啊，你看是善业。啊，十善是佛门根本大戒。啊，不修佛的人也要修，为什么？他是心得。啊，自心本具的。啊，所以佛法是以这个为基础。啊，但是基础的基础是孝亲尊师。啊，敬业三福的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啊，那么现在的社会乱，为什么？孝没有了，敬没有了，不知道孝顺父母，不知道奉师师长，这人怎么办？啊，父母不教了，老师也不教了。啊，学校商业化了，是贩卖知识的地方。啊，交了学费，老师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你。啊，知识是做事情的，办事的，不是做人的。啊，做人的，你一点都没学到。做事的学到了不少，就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公司大老板常说，找不到可以用的人，做事情人很多，不会做人，啊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呀，这个时代太苦了。啊，古时候有教育，人都守礼，懂礼，礼义之邦啊，看到人都是好人了。现在礼没有了，礼崩乐坏，天下大乱了。
啊，乱世做人很辛苦，乱世做人要修忍辱波罗蜜，什么都要忍。啊，儿女不孝，父母要忍，不忍怎么办？学生对老师不尊重，老师要忍。啊，修道的人更要忍，谁会尊重你？不骂你迷信就算不错了，对你很客气了。啊，所以这都是不能不知道。不能不学的。啊，真正修行一定从儒释道三个根做起。啊，不从这个根做起，你敌不过环境。诱惑，特别是感应篇，感应篇真正有了心得，你的心端正了，心端正了，行为就端正了，能成身成仙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是讲的道德，人有道德，不好意思做坏事，得有约束力量。但是，如果外面诱惑力量太大了，这道德保不住。啊，知道缺德还是干，为什么利益太大了？啊，为着自己的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缺德也干。啊，但是懂得因果都不干。他会想到，我这一生得到名闻利养，能享几天？谁敢保证自己能活一百年？纵然一百年，也是一弹指。啊，不敢做坏事啊！因果约束的力量太大。啊，所以道教城隍庙是属于道教的，在古代它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啊，人民接受这个教育，不敢作恶。他相信有地狱，他怕地狱苦，不敢动恶念，不敢做坏事。啊，那么现在人不相信，说这是假的。许许多多证据在眼前，
我们亲身体验过的。啊，附体，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的？中国有，外国有，到处都有。啊，我在日本讲经的时候，日本有。每个国家地区都有。啊，西方催眠是真是假？确实从这些地方透到很多不同维次空间的信息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前天有一位同学给我一个银印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，在斯里兰卡里给我的，一张纸，我只看了标题，里头内容没看，是现代量子力学家肯定灵魂是真的存在，这么一个信息。我想应该也是在网络上下载下来的。啊，科学逐渐逐渐证明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什么都要认真，不能搞假的。啊，特别是要断烦恼。要真干，啊，那么这是舍律一戒，啊，佛所制定的戒律要遵守，啊，根本戒就是五戒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必须要遵守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。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是根本戒。啊，也是断德之心，断是断物，断一切物，才能修一切善。啊，断我断得了，正因佛性。化身菩提之心，你将来成佛，这是真因；断烦恼是真因。我们相信了。你看佛教，我们断见思烦恼成阿罗汉，断尘沙烦恼证菩萨果，断无明烦恼成佛，真因。断见思成阿罗汉，阿罗汉的真言；断尘沙烦恼成菩萨，菩萨的真言。啊，断无明烦恼成佛的真言，真言佛性。啊，所以佛果的成就，你证得佛果靠什么？靠断的，不靠知识。啊，不靠经教。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一天经教都没学过，他成佛了。无足一钵传给他了，他什么断的？啊，他有能力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同时放下。就断掉了，啊！一念当中断掉了，那就成佛了。所以成佛真的是一念之间，啊，原来是一念迷，
这一念觉悟了，就成佛了。为什么觉悟了？三种烦恼断掉了，放下了。啊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放下了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真放下了，自心智慧就现前。所以，事出世间，一切法，人家提出了问题，你都能回答。别人称为辩才无碍，其实每个人都是辩才无碍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只要你把烦恼放下，别人问题，你印出来是什么？是你自心的般若智慧啊，自然就能把这些事理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法身菩提，将来能证法身，是这个因，是断的因。第三个法门无尽，是愿知，是愿求觉知无尽之佛门也。啊，这个佛门应该是法门。啊，是也。摄善法界啊，在三句境界里面，这是摄善法智德之心啊，四弘誓愿里面度众生是恩德，断烦恼是断德，学法门是智德，了因佛性啊，愿得智慧真明了啊，学法门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啊，怎么学法？开悟之后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全都知道了，全都明白。啊，所以宗门的修学，没有开悟不看经，不学经教。悟后起修啊，他前面纯粹用戒定慧，用这个办法啊，戒就是守规矩啊，守他的方法，他的方法是培养你的定啊，是叫你放下烦恼啊，真正放下了，定就得到。啊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豁然大悟。人的根性不相同，慧能大师那叫上上根性。啊，他能够在一两句话里头全都放下了啊！一般人没有这个根性，没有这不行，慢慢来，一点一点放下啊！先放下身见，知道身不是我，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。这个东西真放下，你就真的大乘初心位的菩萨。
啊，小乘虚头顽固粗苦，真入佛门了。从此之后慢慢向上提升，啊，循序渐进，净土宗不但可以循序，可以列等，啊，其他宗派一定是循序，啊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慢慢提升，啊，51个阶级，啊，净土里都有列等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净土是圆教。啊，它可以同时跳好几级的。为什么呢？就它真能放下。啊，而且得佛力加持，佛跟他做增上缘。啊，学法门至德之心，了因佛性。就是于一切法真正明了，报身菩提之心，啊，生到十报庄严土，全是报身，报身是智慧之身，最后一条无上菩提誓愿证，通常我们念的。是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意思完全一样，啊，文字不一样，是愿求证得佛果菩提，啊，这我们终极目标，修佛一定要成佛，不能说成菩萨就可以了，啊，一定要达到成佛的目标，说有请三个行愿。具足成就而证得三身圆满之菩提。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怎么来的？前头的三愿，成就最后的这一愿。啊，三愿圆满，后头就圆成佛道了。说，还以广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依然是利益众生，为的是众生呐、啊。回归到第一愿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了：菩萨发心所修、所学、所证，最后都是奉献给一切众生。这个发菩提心完全从事上讲的。这下面第二段呢，原理菩提心。啊，从理上讲，一切诸法本来即灭。这是大乘圆教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当前一切法是不是寂灭的？是的，我们没看出来。为什么没看出来？烦恼迷了心窍，在面前看不出来。我们在前面说过，以前那个老的电影《永幻灯片》动画这个原理形成的啊，24分之1秒，
我们就看不出来啊。24分之1秒。啊，如果在电影荧幕上放这个影片，1秒钟里头只有1张，是由音声、由形象的啊，影像只有1张。但是它的速度呢，24分之1秒，放在荧幕上，我们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啊，有感觉，有个声音，有一个光一闪就过去了。内容是什么，也没听清楚，也没看清楚。24分之1秒。啊，现在把它加到1600兆分之1秒。啊，这一张画面带着有声音，在你面前放映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有没有听到？没有。这什么现象呢？就是我们眼前所看的所有的现象。我们能看到什么？就是这个现幻象的相虚相，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正相虚。因为它每一张相不一样，就是每一个念头是一个相，在弥陀菩萨讲的基础啊。世尊所问的，心有所念，即念，即相是也。啊，弥勒菩萨回答：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就在我面前。这是事实真相，没人能看见。啊，今天的科学家这些侦测的仪器确实非常先进啊，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能捕捉到啊，1000兆分之1秒，真了不得了。他能不知道，能看见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事相就在眼前了，事实真相。我们不见不闻，丝毫没有感觉，不但前五根完全不知道，第六意识也不知道。这就是本来即灭，眼前每一个色相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六尘境界，通通是寂灭相啊，般若经上讲的完全正确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安于此中啊，安于此中道实相，
而成上求下化之愿心，是为最上之菩提心。菩萨对事实真相完全了解，也就是真正知道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在这个境界里还是发菩提心。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还是这样看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一切都不可得。这是最上菩提心，谓为云离之菩提心。上面这个说法的出处是《往生要集》上卷。一切空寂里头，菩萨还是发愿，帮助那些没觉悟的、依旧迷惑颠倒的众生，帮助他们真正把理搞清楚了，就彻底放下了。不但六道世间假的，完全是空的，名闻利养是假的，贪嗔痴慢也是假的。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你的心平等的，心清净的，你自信里头圆满的慈悲心流出来了，对待一切众生清净平等的慈悲，这个流出来了。用这种大慈悲心呢，对待一切众生呢，对待一切诸佛，平等无二这就回归自信，原理是回归自信。可是一些迷惑还没觉悟没回头的，你一个都不是，你全照顾到了，是真的吗？一点都不假。不知道多少诸佛如来照顾我们，我们没有感觉到。怎么知道他照顾我们？光照顾长极光没离开我们，乃至我们每个细胞，它都照得清清楚楚。经教常常学习，好啊，一遍一遍的，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我们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分享，有个1000遍、2000遍、3000遍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？不可能啊！一开悟全明白了。这个时候得大自在。我们把念老的注解读一遍。我们念一遍好了。
动海东云小师总要云发菩提心，是名正言，成佛的正言。又云发菩提心有二，一随四法行，烦恼无边，愿悉断之；善法无量，愿悉修之；众生无边，愿悉度之。此心果报，虽在菩提，而其花报在于净土。所以然者，菩提心量广大无边，长远无限呐、菩提心是真心呐、真心跟自信完全相应，也就是说，它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“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”。用这两句话来形容，形容绝了。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一报净土，长远无量正报寿命。这是什么？这讲的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报土广大没有边际，因为它是发心土。极乐世界人的寿命真正是无量寿啊，因为他的身是法性身，他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，阿赖耶的相分是波动现象，阿赖耶的见分也是波动现象，波动就是有生有灭啊，生灭的时间太短了啊，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就是生灭多少次，一秒钟波动1600兆次，那句话就是生灭1600兆次啊。所以佛经上有时候说不生不灭，为什么没有生命？你说的生它灭了，你说的灭它又生了啊！但是它每一个生灭跟第二个生灭完全不同，不是一样。所以生灭相不可得。我们今天看到的确实是相似相续相，前面这个相跟后头这个相好像是一样的，并不完全相同。将本身波斯做水实验，十几万次没有一次是两个画面相同的。他为这个事情纳闷，告诉我为什么，我就跟他讲弥勒菩萨这个解释，他怎么会相同。啊，整个宇宙怎么发生的，就是这个波动现象里的发生，整个宇宙所有现象都在这个波动里发生啊，决定不会前面各个后面是相同的啊，这个前后不能用分秒来就来算，是用1600兆分之一秒
用这个数，这个频率来算，你才真正体会到假的不是真的。我们的身体是假的，一秒钟已经换了1600兆次，哪个身体是你啊？佛告诉我们有真身，如如不动的，见性就见到了。法性身，法性身还是有生灭，但是它没有波动现象，它生灭的时间长。明心见性那一天它生了，法身出现了。什么时候灭了？无始无明习气断根印，它就没有了。它回归常寂妄了。它那个生灭是一次，时间很长。一般都是到底多长？3个阿僧祇劫。为什么在他环境里头，他没有不产生变化？因为他没有生灭现象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会变化，他生灭现象，阿赖耶能变，一切万法所变，他有变化，法性身、法性土没有变化。只有生，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他能生，他不变。能生就是一念不觉就能生了。会变呢？那个一念不觉的习气断尽了，十八错就不见了。”他回归常寂光了，这叫究竟圆满。所以，除菩提心无能当次，菩提心是一念觉，它不是迷呀。第二呢，随顺理发心，心解诸法。皆如幻梦，非有非无，立业绝律。但他相信，他理解，诸法就是一切法，整个宇宙，万事万物就像幻梦一样。《金刚经》上比喻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这是说它的快速，说应作如是观。你要这样子看法，看整个宇宙，那你就是佛眼、佛知、佛见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他们看法是这样。我们看法以为是真的，错了，他们看法是真的。我们要把我们错误的看法放下，要接受他的看法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，去锻炼，看一切法梦幻泡影。今天你得财富了。你得了1个亿了，10个亿了，一场梦，醒过来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得到什么，你不会生欢喜；失去什么，你不会有一点懊恼。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啊，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了，所以非有非无，啊，不能说他有，他做梦；不能说他无，他梦中有境界。啊，有无两边也放下了，立言绝律。这个境界说不出来，不但说不出来，律是想，也无法想象，干脆就别想了。我们今天所苦的事情知道，但是烦恼习气太重，真的断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教给我们立言绝律。我们立一切言，专言阿弥陀佛；我们绝一切想，专想阿弥陀佛就行了，就能成功。这句佛号念久了，这个佛号想久了，哎，它就起作用了。起不可思议的作用啊！这个作用是什么？极乐世界现前了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你看到了，你见到了。说一此心结，发广大心，虽不见有烦恼，有善法，而不薄无。可断啊，可修。不薄无就是不排除的意思，啊，薄是排的意思，无是除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这上句的意思，虽不见烦恼与善法，但任由可修与可断。啊，理完全明白，事呢不废除。啊，事。我真的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我知道断恶修善都是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断恶修善的心是清净，是平等的，是觉而不迷。啊，那我这样做。为什么还这样做？这样做自利利他啊，利他是做出榜样给人看啊。自利是我虽然知道我还没有真的，我这样做，我将来很轻易的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不着相嘛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。不鞠躬啊，断恶不着断恶的想，这个好啊！与实相相应呢、啊？啊，是故岁月习断，断烦恼。习修修一切善法，而不违于五蕴三昧。啊，五蕴三昧，我们也有个参考资料。啊，佛教大字典三三昧，啊，三种三昧第三条无缘三昧，就云无作三昧，又云无起三昧，这三个名字是一桩事情，啊，都是事语，
苦地之苦。啊，苦地是四地，苦即灭道。啊，苦地里面的苦，无常。啊，这两个行相应。啊，极地里面的因、极、生、缘，是形象相应的三昧。啊，苦地的苦、无常及极地，即是造业。啊，苦是讲的果。三界六道的苦果。从哪来的？从极来的，极是善与不善的造作。啊，极是因，啊，苦无常及极地，啊，这些造作的因，可厌恶。佛教给我们应当放下。啊，佛讲因果，先说苦。为什么？你容易感觉到，然后再说因。啊，六道苦啊，六道从哪来的？集结烦恼变现出来。佛法里面教我们要累积功德，积功累德。如果对于积功累德有分别有执着，这就是世间法。这个积功累德呢，就是人天的果报。如果不执着，积功累德，像前面呢，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会跟无缘三昧相应。为什么不执着相？做再多的好事，人家怎么样称扬，如如不动。为什么呢？知道他不可得，一切法无所有。毕竟空不可得啊！别人赞扬他的事情，自己没有受到干扰，啊，这是真正功德。这个功德不在三界之内，三界里头没有这个果报。啊，这个果报是成佛成菩萨上身了。又道地里面的道啊，道地是八正道，道如行处这四种现象，如传法之必舍，故总不愿意落之。道怎么样？道是方法，是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。这方法是好，但是一定还是要舍掉。《金刚经》上的比喻很明显，佛说的一切法如法喻者，好像过度，这是个做法。你划过到彼岸对岸了，这法就丢掉了。啊，这道不是真的。啊，道有多少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太多了。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证大菩提。
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欲爱不相同，所以这个道就很多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举这一个例子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就说出53种法门。啊，如果细分每一个法门里头，又有53门，分下去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。啊，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我们成无上道，通的。啊，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呢？每一门都能达到大涅槃，这就平等。啊，道一定要契机。啊，跟自己的根基要相对。你学起来容易。啊，这个根基怎么来的？过去生生世世你接触过，你学过。你遇到从前曾经学过的就特别容易。遇到这个法门从前没学过就感觉到很生疏很困难啊，所以法门要你自己去挑选哪个法门适合自己啊，你实在不会挑选，那佛给我们挑选，佛一定选净土法门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三根普被，立顿全受啊，上可以度等觉菩萨，下可以度地狱众生，这就方便了啊。所以对于如来所说的一些法，道地里面所讲这些道路的方法，总不愿要知。我们学，不贪爱，在里头不起贪爱之心。啊，故以知为缘，为之无缘三昧。啊，底下有解释，又与诸法无所缘要，则无所造作，故为之无。名为无起，但苦地之空，无我二形象，与涅槃之相相似，非可厌舍，故无愿三昧中不取之也。啊，这个无愿，总的来说，我们说简单一点，就是于一切法当中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。不执着，要不要做呢？做啊，可以修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在断恶修善当中啊，能够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就是如来。这个境界高了啊！念老注解里底下说：“虽愿戒度无量有情，而不曾能度所度。”你看，这心多清净那么，换句话是。我们做一切好事，我们还要把它记住，还要保存着记录，有没有这个必要？
有，为什么？给别人看的，鼓励别人，对自己呢，不要，自己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这叫无缘三昧。啊，对别人做鼓励的作用，做教化作用。啊，因为什么？他还是凡夫，他还有分别之处。啊，这个对他起作用。啊，正面的不是负面的。啊，真的负面也起作用。啊，做的过失，啊，犯了一些错误，他堕到地狱。啊，也能把这个例子给他看，让他警惕。啊，这在教学上教学生的，自己可不能有丝毫之处，有丝毫之处你错了。啊，我做多少好事，别人都不赞叹我，我干他干什么？你有没有做好事？一桩好事都没做。你仔细想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一桩好事？好事是要人赞叹的，那这就是不是好事了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为什么不是好事？你心不清净，你还贪图赞叹啊，你的名利没放下，你的情执没放下，你怎么样修，你都是在修六道轮回啊，做一些好事利益众生是三善道啊。啊，如果是自私自利的事情，是三恶道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不是佛法。佛法至少是小乘初道观、虚道观。啊，你看虚道观身见放下了，没有自己。啊，边见放下了，没有对立。啊，为什么不对立？因为实相是一体，你怎么对立？啊，他跟我对立可以，为什么？他没觉悟。我要跟他对立，我错了，我跟他一样也没觉悟。觉悟的人不会跟没有觉悟的人对立。啊，对立的人跟一切人都对立。啊，觉悟我也跟你对立，不觉悟我也跟你对立，他统统是对立。啊，所以真正觉悟的人知道万物跟我是一体，一体里头没有对立，跟一切人不对立，一切事不对立，一切万物都不对立，啊，都是一体，啊，常常想到一体。啊，所以他不存能度所度，啊，天天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，心底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如果我帮助众生记一点，啊，这是我的好的，阿赖耶里头就有个善种子。我做一桩坏事，阿赖耶有个恶种子，全是阿赖耶。那些种子将来都有报应。善的三善道，恶的三恶道。这就是叫造轮回业，出不了这个轮回。不存能度所度，这叫净业。为什么？轮回里头没有他的份。
啊，阿赖耶里头没种子，这个厉害啊。故能随顺于空无相，这算是三空三昧啊。啊，空无相无作，叫大三空三昧。啊，如今也，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摄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一句话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。啊，诸佛菩萨度一切众生，都是用的这个心。这个跟实相相应的，这真心的。啊，我们每天干事，真的要懂这个道理，这是真实，真实之相。这才叫不迷惑。啊，如是发心，功德无边，无量无边。为什么？它跟实相相应，它跟心德相应。啊，决定不跟阿赖耶相应。啊，跟阿赖耶相应的，麻烦大。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六道轮回，无有休止啊！就在这转呢、啊，这个太可怜了。啊，那我们修净土怎么办？这给我们的启示，修净土的人。虽愿度无量有限，而把所做的这些功德，啊，能度所度，通通回向给阿弥陀佛，就没事了。可不能记在自己的阿赖识里。记在自己阿赖耶识里就完了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记在阿弥陀佛那里不要紧，到后来算账全部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法子妙绝了，真的太好了啊！所以念佛人呢，做一切善事，或者是忏悔，后头一定做回向。啊，回向哪里呢？回向三处。第一个，回向菩提。第二个，回向给众生。啊，所有功德归众生，众生就享福。啊，我们自己不接受，回向给实际。实际跟菩提，我们都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啊，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，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。这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求生净土。我们只有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。只有一个目标，面见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心一意。啊，不杂一切妄想在里头。假设诸佛
穷劫言说，比诸功德又不能尽。这就是不曾能度所度的功德，太大了。这个话讲得太好了。啊，你这样发现，发现没有自己。啊，全为众生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。啊，是一切诸佛，这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，穷劫言说，彼诸功德，就是你所修的功德，都赞叹不尽。这叫真实功德。你只一着相呢，那个功德就变成很有限，变成什么果报？啊，三善道的果报。有人在人间大富大贵，有人在忉利天做天王，有人在粗禅天做大梵天王。有人在第四禅顶做摩西修罗天王，都是他能度所度，这功德有限啊。所以当年梁武帝在世，佛门大护法啊，造寺庙480多座，规模都很宏大啊，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出家，他护持护法10几万人啊。所以大魔祖师到中国来见面的时候，他就问他，我这个功德大不大？你看他有能度所度，我能度这么多几十万人是我所度的。大魔祖师说并无功德啊，为什么？他这个念头错了，这个念头说这一念起来说全变成福德啊。他将来到哪去？肯定到欲界天去，欲没有断嘛，他决定升天嘛，那欲界天啊，欲界天哪一层？那看他的功夫，多半都是在四王天跟忉利天。为什么？夜摩天以上要有定功，不大，叫未到定。定功真修成了，他到色界天去了，他不在欲界啊。所以欲界夜魔有定功啊，斗帅定功比他更深，再深一层的他化天，这个化落天啊，再深的就是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再深一层，他就超出欲界了，他到色界去了啊，他的禅定圆满了，生死界天啊。所以不着相的功德不可思议，着相的功德很有限啊。所以我们看过去这些大德，他们不靠这些啊，讲经说法那些讲稿著书啊，不出版不流通，这流通不是度很多人吗？不出不搞这，不要名闻利养，也是做给我们学生后人看。
啊，我死了，你们大家觉得有价值，你们去迎娶。如果不想干，啊，这心清净了。经上讲的这些话，他们懂，他们做到了。啊，那么现前社会是个明文利养的社会，你不带头，人家已经迷在这个里头，何况你还在带头？啊，给别人造出错误观念。我刚才看到一个小信息，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下。我念给大家听啊，不知道哪里传来的，没头没尾。说老法师最近辞世，叫我们早晚课各拜三拜。我弟子某某，待过去当前父母师长、冤亲债主及一切有缘众生礼佛三拜。啊，这很好啊。说弟子某某代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礼佛三拜，祈求每个国家国泰民安、世界和平。啊，这也很好。其实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我每天讲经都做这个回向。啊，我没有说三拜，我自己做回向。啊，这是阳历10月28日，这一天呢，最好不要出门。10月28过去了吧？啊，我都不知道。他说这一天最好不要出门，素食，少食少欲，早晨5点到7点，下午13点到16点，晚上19点到22点，在家或到寺院里诵经念佛打坐，至少要坚持36分钟，接受宇宙来的大能量，啊，凡事不进出和闹事莫去，啊，这个转发功德无量，还劝人到处转发，啊，这虽是好事，不是我说的，啊，前面讲老法师说，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妄语，啊，是好事。不是坏事，啊，我不承认，啊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啊，希望大家以后关于这些事情要传，你就把信息来源到底从哪里来的写明白，啊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啊，但是这个我跟每一天跟父母代父母师长，啊，历届冤亲，以及一切有缘众生，这个礼佛三拜求生净土，这个是我每天早晚课念的。啊，我讲经确实，啊，是会把这个功德回向全球每一个国家，啊，国家的领导人。啊，祝福他们正功康泰，国运昌隆，世界和平。我天天做这个愿，每一堂讲经都这样回向。啊，我这个回向文在我经本前面单独一张，我夹在里头。啊，所以最好啊，这个12月28这一天出的这些事情，到底从哪里来的？说清楚，说明白，啊，这样就好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